对不对？除非你去花市或去哪里去特别买它的什么指甲花品种，你去看也是一样，三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肉肉的叶子；第二个，它有什么菌？然后拍到那些花，那你就发现它就是。可是它的花型不是这种的，非洲凤仙花跟新几内亚凤仙花，它是雌雄同株同位，对不对？可是指甲花跟我们的地木花凤仙花、黄花凤仙花跟紫花凤仙花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这样形状的花，它吊着这样形状，不一样，这是这样的花，它是这样花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哦，再见，走喽。等一下，照一下。等你们大学毕业再回家。大学毕业就留在这里念好了。喜欢这里，喜欢这样。作文要写得好，作文英文要赢在前面。作文英文，因为我也是就人就比较好，因为这两科很难拿，我当初就是靠这两科。我只要。其他我的专业科目，正大我已经带他去看过了。英文最好拿，英文我就赢人家二十七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作文也赢人家。以前英文还要考作文，对不对？英文作文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也要吗？现在不是东亏真？台大的什么？椰林大道。